OK， 拿到这个的时候呢，先开咯，开掉它那个盖，然后推去 on， on 了过后，我们就先下载这个 HD Mini Cam。进来的时候，我们都在选择允许。OK， 那么我们就先做一个添加。配置连接。OK， 那么我们来确定，一定要是。来，先找哦，这个名字 ，PQ 的这个连接，连接了过后，返回，它自动去跟我扫我这个 CCTV 的。OK， 那么我们来网络名称。就会 scan 我家的 WiFi 咯，所以现在我就是需要 key in 家里的 WiFi 密码咯。OK， key 完了，我们开始配置那个 WiFi。OK， 他正在帮我连接。